2012年我辞职离家开始写作。当初跟我父亲约定的是在家写作半年，看结果看成效，然后一定要有一个工作起码能养活自己。我参加这个节目很紧张，然后我就只想说爱科幻不紧张。大家好，我叫李荣，我是天津人。我还是个科幻迷，现在我有点紧张，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各位 boss 们好，我叫李荣，天津人，今年31岁，2003年，我大学辍学。在一家外贸企业一直工作了8年，到2012年的五月底，我辞去原来的工作，开始回家写作，写科幻小说，也就是所谓的重走青春路吧。非常感谢这个舞台，能给我这次机会。我还没说完呢，你呀、啊。一个大小伙子哈、啊，站好，哎，然后有点那个劲儿，行不行？没人欺负你吧？来之前没有没有没有吧？好好振作起来 啊！面对生活的挫折，来吧，振作起来，说。好，我希望在座的 boss 们能给我更多的问题，一这能证明我的能力，二这很公平。三。那个，我今天来求职的工作是互联网，产品经理助理或者是产品体验师的工作，谢谢大家。平时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人类接触也不多是吧？我也断片，也断片是吧？李荣是2003年退学是吧？是这样，我上的是一个2+2的学校。嗯嗯嗯。我这人学习说实在那阵儿真是不太努力，也不太好。嗯。就是2+2，我这边就等于算是修完了。嗯嗯嗯嗯。嗯，外国我就没出去，我英语很烂。我要真出国也是浪费家长钱的那种。哦，所以就工作了是吧？对，2004年我就工作了，就是一家外贸公司。2012年5月辞职之后回家写科幻去了。对，是吧？就你看。第一次露出了喜悦的笑容，特别喜欢科幻。我不敢说自己是科幻迷，我看的也不算太多，但也不少了。啊，那你说这喜欢喜欢呗。嗯，就下班咱就看，利用业余时间看，你辞什么职啊？对，因为我很早以前就想写小说。嗯，然后我发现我自己如果不静下心来尝试写第一篇完整的小说的话，我会就是永远写不出来的那种，然后我想辞职努力写一下。那这一年写成了吗？对，我写了2部。发了吗？我都给科幻世界投过稿啊。然后第一个人家说您这个不太适合在这儿发。嗯。然后第二个说写的有点随意，我觉得编辑眼睛很准，因为我第二个只用了半个月构思，半个月写。你知道吗？就当一个编辑在面对一个稿件。嗯，无语的时候，他就会说很随意。咱这几年的这个工作经历的连续性，再加上今天你要找的这个岗位，说你要找一个互联网的产品经理助理，对吗？我能干这事儿的理由是1、2、3。好，除了我在简历上写那13条科幻给我带来的能力以外，我觉得我的观察能力很好。比如说，慕言慕总。嗯。因为我实话实说，为了上这个节目，我写了9个月的笔记，嗯，就是这个节目的笔记，然后按我们写科幻的小说的说法叫结构，嗯，然后慕言慕总在这个舞台上有4次，衬衣的扣子由于无法正坐，露出肚子来，然后，真的吗？肚子，我打断一下。当然，这是真事儿。这个有什么意义呢？不，我的观察能力强啊。还有什么？陈浩怎么了？陈浩，陈先生啊，十分喜欢换眼镜。换眼镜？对，我这眼镜戴了10几期没换过。嗯，去年半年呢，他应该换过6副。
六副眼镜。对，嗯，还有比如一般没文化的人老通过换眼镜来显得自己有文化。好了，明白了。还有比如高碑店那个舞台，嗯，他的椅子这个位置晃动了两次，一次赶上是姚总座，一次赶上是伊利诺伊的石总座。然后还有，不，你稍等一下，我怎么让你说的我开始有点瘆得慌呢？啊，我跟你说，要这么聊都得聊毛了，每个人都得问，哎，我没事吧？你没事，你没事，好着呢啊。尽管这么说，现场气氛不错，但是接下来要一定要跟大家讲清楚，他所谓的这些观察跟他未来求职的这个方向之间的关联在哪儿？就是你是科幻迷是吧？其实科幻迷应该是很有创意的。最近有一部电影叫《逆世界》，你看了吗？看到了。如果是你来做最后结尾，你会怎么做？反正我看完，我觉得结尾还太平淡了。《逆世界》按照我们科幻迷来看，是一个创意点子非常好，但是做烂了的片子。嗯。情节上，以我们科幻迷的角度上是说，太就讲结果、结局。对。如何让结局更有创意？对，他的就是太爱情化了。我问一个问题吧，就是你现在用什么手机？我的手机不是智能手机。那你在 PC 上用什么软件？你有，比如说你用 PC 的时候，你给我举出一个你觉得最不方便的地方。这个，我正好用金山的您那个安全。啊，好。是这样，我以前用360的。嗯。后来。你真会聊天，太好了啊！然后呢？后来我为什么用金山呢？360附加的功能太多，想关又关不掉，但唯有他们这个。就只有我需要的这几个东西，所以我选择了。是哪几个呢？测网速的和清除内存的，我只需要。为什么你不需要杀毒呢？因为我用卡巴茨基。啊。没事，那个还有，好，那我再可以问，为什么你用卡巴茨基呢？你觉得它的体验和他们产品体验的、就是？这么聊天会聊死人的。李总，来问你问题。用户主要是用杀毒软件，第一要是考虑的就是安全。它如果安全排名很高，前三名，我肯定要用它。嗯。今天咱们这天怎么都越聊越窄呀、啊？对，就是不是不光越来越窄。我问个问题吧，因为今天就没一个会聊天的来了。这之后，来十位，第一项，去或者留，选择。文浩离开，向荣离开，王潇离开，三位离开，还有七位留下来，天生我有才。有人，我问你个问题啊，那个对游戏感不感兴趣？就是像那个像网易的那些游戏，大话西游玩过吗？是这样，我今天来求职嘛。我有排序，嗯，然后我的第一意向就是五八同城，嗯，然后第二的也是跟产品相关的体验室，第三才是游戏。OK 啊，那有李勇，我有个问题啊，因为你写的这个，你从科幻当中有13项特长非常多啊，比如说开路啊、逻辑啊、预言啊、宏大呀、深刻呀等等，我觉得这个词儿呢，就是都有些我不是特别理解啊，比如说阻击是你写的吗？对。阻击和惊蛰，这是两种什么样的能力？然后跟产品助理的相关性在哪里？哪个阻击呀、啊？就是开枪阻击人的。那叫狙击。狙击。不言，你太让我失望了。我知道你没文化，但是连这个字都不认识、啊。我一直在学 Basic、Pascal 和 C 语言，不太了解中文。何耻！还说自己一个中国人是吧？说自己不了解中文，你说他活着还有什么价值？这样，科幻小说，您看那个狙击前面是预言，能预言就他能狙击，就是他能阻击未来，不让他发生这种事情。刚刚有没有发现他聊天其实特别沉闷？这个跟我所理解的科幻迷有点不一样。你理解的科幻迷是错的，科幻迷普遍都比较沉闷。思维要很活跃呀。但是不一定话也很活跃呀。他在所有的聊天里并没有体现他思维活跃的部分。嗯。姚劲波，我问你，那个如果产品体验师是不是需要思维活跃，很有创意？这是其中一个要求吧。对，其实他可以从他的科幻里把这方面的才能体现出来。
我刚刚问的那个问题对他来说应该不难，就是逆世界，你觉得？不，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呀、啊，真我要不说你们是当老板的，真拧，拉都拉不回来。咱们真的，邵刚这个东西他非常熟悉，我们不熟悉，他很熟悉。尹峰啊，是这样的。本来在这个平台上让他编故事就是件挺难的事儿，而且你看李荣到现在，截止到目前为止，我就实事求是说你了，好不好？你不要介意李荣，好吧？你截止到目前为止，你发现笨嘴拙舌的他能编故事吗？我问一个开放的问题吧。嗯。有志于做产品的，做产品体验师的，他都有一个梦想，就是改变世界的梦想。你曾经有没有一个冲动，就是你做一个什么产品或者改进一个什么产品，能给我们讲讲吗？是这样的，我这比如。比如一些商业模式，这个就是我们写科幻小说，比如我们要想未来，这后边我科幻了吧？科幻咱们都太多了。我的意思说，您这个问题我们早就想过，然后很多细节的我们也想过。我这个问题，我这个问题都想过了。这个预言嘛，太神奇了。只要写科幻，就是真正的科幻的作者应该是这些已经把你以这个狙击了、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李荣，我感觉、这个、你得回到你得回答这个问题，稍等，小张啊，你得既然狙击了我，李荣你怎么跟做梦一样？咱现在不是聊科幻小说呢，对，不是两个科幻小说迷，然后咱俩心电感应呢，对对对。是不是他们可能不是科幻小说迷，他们这不找工作的吗？对，所以就问你，你从你生下来之后到现在，你有没有曾经想过我要做个什么然后改变了世界？我是怕把比如我们想的很细致的商业模式我说出来，这个就是你不用了，所有没有是一句话，在节目里面说一句话你的模式就被人家 copy 了，那这个东西也不值钱，没关系的。来，比如五八同城吧，在我们科幻迷看呢，这是一个是搜索，一个是分类，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呢，您的这种产品的是工具型产品，如果要改进的话，就是把五八同城的产品变为我的产品，我去整个分类。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大数据分析嘛。是的。你了解过大数据的理论吗？没有，我没有这么专业。你愿不愿意做这种就对数据感不感兴趣？比如很多数据，你不停地去分析，在里面找到很多很多规律。对对，我也想做，但是我觉得您说这个很专业，我怕我。这个不专业，主要是细致的去观察。比如每天，我给你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有个软件，每天有几千万的活跃用户，我每天会看这些用户的活跃量，还有安装率、卸载率，还有各个渠道来源，当某个地方发现异动的时候，就会去找这个原因。往往数据发生变化，就证明某个地方出现问题。就是我们所说的数据分析师呗。对，数据分析，对，可以叫数据分析专员吧。但是这样会不会，你会不会嫌这个太枯燥呢？嗯，那个没有关系。来，这样，各位，因为场上现在还剩七位，所以就到了七位来做选择的时候了。到底他适不适合在你们的公司和企业的什么岗位上工作？如果灯仍然亮着，主动权就到了李荣的手里。七位选择，请拨离开。我的天哪！幸好还有两家，谈钱不伤感情。先说职位，玲。102网校文字校对工作。就是文字校对，对，试用期和转正都是2000。好的，来，富盛金山网络产品数据分析专员，数据分析专员，好的，提供的应该是4000吧，4000，嗯，但是说实话，你对这个工作会有一点，可能会有一些困难，我只是看中了你的特质，如果你真的想，不是只是为了挣点钱去写科幻啊，就是真正这是一个对你来说比较适合的起步点，就对跟你的特质比较匹配，没错，思考一下，告诉我们，你的选择是102网校还是金山网络，还是选择跟二位说谢谢你们，再见。你的选择是金山。幸运成功的男士将获得丹姿集团提供的丹姿超能量男士护肤礼盒一份。应聘成功者有机会获得由中国梦梦之蓝提供的职场新生涯梦想助力基金。
我觉得跟互联网有关的我都想尝试，我想靠自己能力改变自己命运吧。然后要勇敢，要有勇气。